好。你说什么？我的心情好好，我今天又心情好好。心情好好，你说今天会有静电哦，因为今天太阳很热。哦。东东，你刚刚是说你的心哎，你的心情好好吗？好。是吗？我有听错吗？你说我的心情好好。他说我的心情好好。他真的是说我的心情好好，对不对？他说我的心情好好。你是说吗？我的心情好好是吗？讲对你的小弟，讲这么清楚，我帮你撩，我帮你撩，我帮你撩。